我想念夏天的时候跟爸妈玩水。我还以为你这次忘了带这本书出门呢。我想你爸妈会希望你展开自己的故事吧。这些就是我的故事。米娅，好久不见了，米娅，登场很炫哦。回来真好。欢迎来到夏至大舞大会，加音乐，博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多少终于自由了。精灵王国有难，他使用黑魔法把卫兵全都变成如意，唯一能打败他的就是强大的暴风独角兽，我们要找到他。我可是伟大的暴风独角兽。等等，你会说话？当然，我还会说龙语、猪语、鸭子语。完蛋了，我们已经没辙了。伊可，我们要团结，然后互相扶持，来吧。好，好哎，好哎，好哎。杨洛克，我来拯救精灵王国。绝不留情。现在是我一记雷电吧？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。其实螃蟹并不会说话，所以我这样算是神翻译了。你们听看看。